谁呀？ 我姐跟王雷到底有什么仇？这个人有梦游症。 陈先生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陈先生，陈先生，认识。你先平复一下情绪。现在需要你跟我说一下嫌犯王雷和你们家人的关系。没什么关系。 我是受法律援助中心委托来为你做法律援助的律师，我叫陈永强，这是我的助手洪亮。
姐，我请不起律师，你妹妹在法律援助中心申请了法律援助，我们是免费的。为了能更好的为你提供法律援助，希望你能认真的、如实的把当时发生的情况再跟我讲一遍。孙师傅，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不过，他们都说是我杀害我妻子。 听说还是你报的警，根据现场的勘查来看，你确实是唯一的犯罪嫌疑人。为什么你们都说是我杀害了我妻子？我为什么要杀他？我很爱他。我为什么要杀他？不要激动啊，我们只是律师，是来帮助你的。你妹妹说你有梦游的症状，你自己知道吗？ 也就是说，有梦游的可能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有梦游杀人的可能。你能不能回忆一下，在生活中你跟你的妻子有没有什么过节，或者说她做了什么让你不太满意的事儿，心里过不去，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结果？ 你神经病吧你啊！回家就知道玩电脑，你就不能在你这里事儿呢？我今天帮别人，还多在了十只羊呢。那天我去买菜。 我想给他做顿好吃的。那行。突然发现他跟一个男人在一起。 我一直。 就是个贺锦丽，给我让开！你这人怎么这么狠？你看着我怎么？你报警啊！你多认几年你多认些钱回来，我就不跟你闹。我在屠宰场工作，我每天有多辛苦，你不是不知道。 我哪天不比别人多攒十几的回报？我赚的比谁都多。你还有脸提呢？这么多年你在外面赚那些钱，不都给你的宝贝妹妹了吗？我亏你结婚这么多年，不能受够我啊！你看你那模样，别在我面前装可怜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受够了，我要跟你离婚。